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自己唱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是重点是要，我不会穿吧？不会，不会。好，开始。开始跟我讲。你就自己唱。你要个躲猫猫的感觉哦，就是。好。安哥吗？你要放音乐。不要放音乐啊。哦，那要找到那一段。哇。枪都走。我大概知道。好。 再往前一点，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OK OK，差不多。那你前面一样跟着唱，好。好，这样听得到。好了，要准备哦，倒数，5、4、3、2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 好，可以，可以哦，很会演呢。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去那边用吊的。对，还是要来那边，对对对，二楼，这边不能上去啊。这边不行。对啊，对啊。被锁起来了。这边不行啊，铁门都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要去啊，走走走。好，走。好嘞哦，等下去吃饭了，吃完饭就可以去高里打撸啊。长大了，你如果是。 周杰伦就有更高强度的工作。是周杰伦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停下来等周杰伦心情好。更高强度的工作。真的，周杰伦第一张的时候拍 MV 应该就会很超。<笑>因为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不红，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红。第二张的时候应该也是超。嗯。 他第一张就蛮红的嘞，红了可是，哦，对，还不大牌，还不大牌，不能这样子。应该是还在吴宗宪公司的时候都不行，对不对？有你到二十八世界就变了，真的，去二十八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。周氏世界就此开始。哎，这个地方看起来蛮帅的，一堆。 帅哥，我们那个没关系，好啦。那你们要去二楼？二楼。就是你到二楼，你要到看哪一个点？你喜欢哪边的墙壁？右边吧。那我们就在这里啊。右边。那我们从这里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多远？这里啊。这里吧。对啊。 你这里有多近？你想要多近？哦，好。你想要多近？反正往前你也可以松。不是啊，位置你……嗯，你要拍怎么样？是真的就只有半个人？真的就半个人？会不会没有那个？要应该是要站越远越好啊，你才看得到。 不然它太宽，没有你想要它是站冲台在这里，还是这样子？你要哪一个？冲台站着，就是站直直这样唱就好了。对啊，那就要在这里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怕它看不见。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最少是。